我的诊费可不便宜。周大大说了，提他的名字可以打八折。好，那就八折。 把你能说的告诉我就行。对不起，在我受伤被救之后，我不能与任何人联系，包括我的家人。在今天之前，我也不能向你透露我的身份。 我明白，我也理解。就因为打碎两瓶洋酒，我们的穷人的命怎么这么贱？还不如两瓶洋酒。什么搞呀？又没有说钱不还的，这个月不还嘛，可以下个月还的呀，也不至于把人往死里打呀。 怎么早点来找我啊？最起码可以先送医院。宋阿爸怕狼狈，钱不肯去医院，让我们在弄堂口叫了一个郎中来看了一下，他讲他没事了。报警吗？报了。警察说这是私人，原他们不管的。警察走的时候，宋阿爸还有一口气，人走了以后，宋阿爸就没了。而且那个陈老板有日本人撑腰的，警察也不敢惹他。 陈山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陈老板啊，这是做酒行的，整个上海啊，得有一半的洋酒生意是他家做的。哎呦，幸会幸会幸会！三哥，你帮我，我要替我爸报仇。是的呀，三哥，我们一定要给宋阿爸报仇的。 这个事情不能着急，不能着急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姓陈的我认识，跟特高科马田走得很近，家大业大，最起码有几十条枪。他抬抬脚踩死我们，就好像踩死蚂蚁一样。你不也有枪吗？我们光脚的爬船鞋的吗？ 混了这么多年了，没有见过枪还是没有见过炮，我们怕过吗？你想报仇还是想送命啊？你想送命现在就去，想报仇你就听我的。你把枪给我，我自己去。组长，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。星哥，哎，彪。 彪，哎，你让开，放了他！陈山，你个不讲义气的东西，还朝天柱上就是通天枪，我捅个屁呀！你现在有钱了，娶媳妇儿了，民兵以前是董迪了，我皮鞋贱命条，这个仇非报不可！仇我当然要报，但是要动脑子。我等到什么时候？ 我登记也有几十杆枪，我登记帮着日本人吗？我等得到那一天吗？菜刀，你把他给我啃好了，没我的命令哪都不许去！陈山，你个不讲义气的东西，以后别再管我了。哎，陈山。
我之前申请结婚的报告，最先收到的人是你吗？不是我，但上级的批准报告是我转达给你的。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？我知道你和陈山是在重庆认识的，你随他一同来上海潜伏，也是你自己主动申请的。珍珠港事件之后，日军的战略方针有所改变，比防止内战更重要的是和日军的情报战。所以，组织在考察了陈山的背景之后，同意了你们一起在上公馆潜伏的申请。我知道陈山很聪明，看起来也很会照顾人。你们有过共同战斗的经历和经验，现在这对假夫妻身份可以更好地掩护你们工作。我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的安全，并且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新任务。陈山好像对你有敌意。其实我原本的名字叫陈和，保卫河山的河，陈山，保卫河山的山。你们是亲兄弟。面对这么多年没回家的大哥，他当然有理由恨我。这些年，我亏欠家里的太多了。我想，陈山以后一定会明白的。合适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积极争取他加入我们的队伍。我会的。据可靠情报，近期日军有一批价比黄金的潘尼西林抵运上海，以陈山现在的身份，应该有机会会查到传奇，我们必须设法夺得这批药品。军统的人也让我们查探特种物资仓库的地点，他们也想要潘尼西林。不能跟他们有正面冲突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。我尽量。在陈山没有正式加入我们之前，我们给你的任务，包括我的身份，仍然必须向他保密。是。凭什么骂你啊？于小婉盯得怎么样？据我观察与分析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应该打算长期居住下来了。他现在呢，在李氏诊所找了一份工作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回家待着。但是这两天挺忙的，因为他每天都是半夜才回来。你打算让我还盯到他到什么时候？接着盯，等你有空的时候去建德路89号找一下毛师傅。就说是我介绍你去的，让他教你开汽车，只是学习经费。开汽车？怎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开汽车你算找对人了。这个汽车这个东西啊，虽然说我不会开，但是我看得多，我早就看会了。你信不信？给我一天时间，我保证就学会了。行了，学会开汽车就能执行更重要的任务。你是重点培养对象，好好学。另外，在你牙医诊所装一部电话，方便以后联络。这就对了嘛，少费这些装备了。嘘，我还有事。让他给配上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就这，就这你们就翻脸了。我说他了呀，我说三哥又没说不帮忙，只是说先不要着急。他就是娶了媳妇儿了，贪生怕死了。以前他不是这样。
哎呦，山呐山呐，你碰到这两个没脑子的兄弟，哎呀，你也真是够倒霉的了。你家哪有脑子啊？不是，你看，你们又不是不了解山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但凡有点把握，那是能把牛吹上天的人，对不对？他能端着几个肋骨刀把面子争回来的人，他为什么不办？证明这事不好办呢。皮鞋，你也别生气了，我保证那山不是说娶了媳妇就怕死的人。你怎么着，你非得让他跟着咱们一起去送死，让他那个刚过门的媳妇守寡，这就讲义气了。姐啊，你是不是兄弟啊？就不能拦着他们，让他们在那吵是吗？对，你别解释了。我觉得你做的也非常对，你就不应该拦着，就应该让他们去找，一起去送死吗？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对吧？这白丫头讲话真他妈难听哎！这话讲的有点道理的。我当时骂山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拦我呢？我怎么拦？嘴巴长在你脸上，我怎么捂不牢的呀？回来了，嗯。哟，没去同仁医院？去了，医院的护士推荐我去怀仁药店找一位温大夫，说他擅长伤后调理，对我的身体恢复应该更有帮助。哦，准备吃饭吧。宋大皮鞋家出什么事了？宋阿爸过世了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有一个酒行老板叫陈孝坤，咱们在米高梅和婚礼的时候都见过，他跟马田挺熟的，你有印象吗？我记得那个人。就因为打碎了两瓶洋酒，陈老板的保镖把宋阿爸打了一顿，在家躺了几天，最后没扛住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都得报，但得找合适的时候。你比过去成熟了。这报仇的事儿啊，要从长计议，第一步就得麻烦你出马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到唐曼晴家里串串门，打听一下这个陈老板的底细。这个唐小姐看起来跟一般的交际花不太一样，才见她两次你就看出来了，就像我看得出来你不是肖正国一样。论看人的眼光我就服你，尤其是看男人的眼光，比那姓唐的强多了。你这一天不绕着弯夸自己，这太阳就能从西边出来。没有啊，我主要夸你呢，顺便夸一下自己也好，跟唐小姐交朋友，也能顺带着多认识一些人。是，太太们知道的最多了。特种物资仓库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吗？仓库不好找，但是每一批到案的货物、货运记录都会过乔玉的手。我准备去他那儿看看这记录，没准能顺藤摸瓜找到线索。万事小心。哟，陈山，你怎么来了？忙什么呢？啊，我呀，一会儿去荒木先生那去一趟。
哎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事，我就是说今天有没有空请你吃个饭。干嘛呀？我跟张离婚礼的事儿，你忙前忙后的，我不得感谢你啊。行，够意思。那我先去荒木先生那儿。好，等我回来啊，我完事儿咱就走。哎，我能在这儿等吗？哦，没有。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啊，不小心把钥匙锁屋里了。总务科管钥匙那人正好出去办事儿了，下午之前我是回不去了。啊，那你就在我这屋待着吧。啊，我就不照顾你了啊，要喝水自己倒。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乔先生好，乔先生好。乔先生好，乔先生好。天天队长，我有事找一下荒木先生。荒木先生现在没有时间见你。哦，那我晚点再来。乔先生好，乔先生好，这么快回来了？啊，荒木先生不在。哎，老乔啊，问你个事情啊。我婚礼的时候那些酒是哪儿买的？我太太挺喜欢喝的，想再买点。那些酒啊，那是陈老板赞助的呀。哪个陈老板？陈小坤，开酒行的。哦，哎，他是不是跟马田挺熟的？何止是熟啊，这陈小坤呀，有个姨太太。让麻田给看上了，陈小坤知道以后呢，就把他的姨太太送到麻田那儿过了一夜，然后就拿着麻田给他特批的通行证，自由出入于各大港口啊，那真是什么生意都做呀。听说还碰了鸦片了呢。是吗？那可真是有能耐啊。这叫有能耐吗？这不就等于吃女人饭吗？这叫下作呀。那也得舍得了孩子才能套得着狼啊。这倒也是。山哥，你回来了。你嫂子应该在家，蹲在门口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等你一样的呀，就不进去打扰嫂子了。你拍我干嘛？你不是讲你已经想通了吗？我自己事情跟你们又没关系了。皮鞋，大家兄弟一场，以后伤感情的话不要再说了。你晓得我不会不管你的。只不过我现在有家有口的，做什么事情命不是自己的，凡事都要从长计议，想好了再做。你们两个也是啊，年纪都不小了，命只有一条，能拼几次？是不是次次都那么好运气？以后你们也不许胡来。山哥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错了，
我查过这个姓陈的底细了，不光是做正当生意，还在法租界贩卖烟土。你去找人查清楚他下次交易什么时候，还有啊，再搞两条枪，我保证让他栽个大跟头。山哥，我说话不过脑子，说你不讲义气。哎，你不是还讲我没有脑子吗？现在我们到底哪个没有脑子啊？行了，总之你们两个都把命留好了，回头还要讨老婆的。我就喜欢听山哥吹牛，山哥一吹牛我就晓得有戏。哎，山哥，你讲我这个人，30岁之前可以讨到老婆吧？你下个月就30岁了，你那个家伙啦，干嘛啦？我已经问过弄堂口的卖包子小云了，我只要拿100块彩礼钱，他就愿意嫁给我做老婆。他那个脸都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要100块钱啊？干嘛啦？至少人家肯呀。做人呐，眼光嘛要高一点。哦，我眼光老高的，我喜欢小夏，到时候你不要同我抢啊。闭嘴。去找小夏了。用鸦片做文章，没错。日本人对鸦片管得严，就算是租界里面几个可以贩卖鸦片的大人物，也不能走私，都要按时进贡。要是让麻田知道这个姓陈的私贩鸦片的话，肯定饶不了他。那就要做到滴水不漏，不能让别人抓住任何把柄。放心，甩黑锅这种事情我做得多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跟你汇报一下。今天我看了乔云那边的日军货运的记录，里面有这个东西，我看不懂。盘尼西林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盘尼西林，是吗？你现在马上想办法查到具体到港的时间，接货的人是谁，有可能被送到哪里。放心，这种事情接到我身上，就算是找对人了。这个呢，是我的小兄弟 Faga。 这个是芬芳哥。听说你手上有货。钱呢？我这个人呢，做事啊，一向很讲诚信的。哎，什么东西尬剧啊？这点东西，可是我兄弟拿命换来的。这要不是看在熟人的份上，这点钱我还不卖你们呢。你们从哪里搞到的？我们成天混码头的都知道，一旦有重要的货物到了，其他的货物就不让提了。那天一听说其他货物延迟提货，我们就蹲在码头想偷点值钱的东西回去。一船货靠了岸，一辆车来提货，我就让我最精明的小弟趴在那辆车的车底。一回来就断了气儿。那你那个小弟是在哪里跳的车？环龙路。飞哥，喝茶喝茶啊！
我现在基本能确定的是，特种物资仓库就在法租界的西北方向。虽然最终到底是哪还不知道，但是西北方能当仓库的地方也不多。你刚才说，运药车最后的路线是在环龙路。对啊。法租界的仓库聚集地是不是在西南方向？是。那你说日军会不会为了隐蔽起见，故意设计了一个迂回的运药路线呢？就比如说，运药车其实只是故意的往西边转了一下，然后最后又从这个路口绕回到了西南方向。这儿有没有这可能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行，那就把我们的猜测一并告诉老涛，让他自己去判断吧。好。还有啊，我的线人告诉我，每次盘尼西林到岸的时候，码头上的货物都会暂停提货。今天晚上本来有一个米铺老板是要过去提货的，临时被通知明天再来，所以我怀疑很有可能今天晚上有一批新的盘尼西林到岸。行，事不宜迟，马上通知老涛。因为时间紧急，我能得到的线索也有限，所以以上都是我的推测。我也不能确保今天晚上到案的一定是盘尼西林。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运药车一定会经过环龙路。陈山同志，我相信你的判断有很大的准确性。还需要我做什么？不，接下来的事由我们部署，你不用再管。好。如果飓风队打算今晚动手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在环龙路守株待兔。那你怎么打算？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药品接下来。先生，唐小姐来了，你让她在外面等我。你在这里再待一会儿，等我们走了之后你再离开。好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我都已经习惯了，你总是那么的忙。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没去同仁医院？去了，医院的护士推荐我去怀仁药店找一位温大夫，说他擅长伤后调理，对我的身体恢复应该更有帮助。大姐，给我来点橘子。要多少？你挑吧。好，谢谢啊。
你的进步很快，我已经成为你的手下败将了。明明是你让着我，不如我们用真刀比一次，输了呢，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。我的刀是用来对付敌人。你说你的刀是用来对付敌人的，那我现在问你，谁是你的敌人？谁是我的敌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该珍惜身边的人。我喜欢你这个答案。上次的五天药还没吃完，又去药店。温大夫说了，前面三帖吃完，要是感觉没有好转的话，后面两帖就不用吃了，得回去改药方。所以我今天才去的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脸色是不太好。最近别出去了，有什么事儿要办，我帮你办。好。山哥，姓陈的今天晚上10点在普石路交易鸦片，消息确切吗？10块钱买来的，他们要敢骗我，还想不想在码头上混了？皮鞋呢？已经在普石路蹲点了。好，我现在过去，你叫上刘芬芳，咱们在普石路碰到。好。三哥，这个地方离普石路还有点距离的，我们干嘛在这里等啊？一会儿你就晓得了。哦，枪买了吧？啊，就带了一支。不是说好一人一支的吗？哎呦，我又要给你找药，又要打听陈老板的交易时间，钱嘛就不够用了呀，所以最后就买了一支。会用枪吗？山哥，我跟你讲呀，他买了一个冬瓜摆在桌子上面，说要练枪法，然后他对着那个冬瓜啪啪啪打了3枪，那个冬瓜一点事情都没有，桌子腿断掉了。你好意思讲我的？你那个手抖的，好了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好了，今天不用枪。那我怎么报仇啊？今天晚上，我带领一小队，守在环龙路73弄附近。程副队长，你带领二小队，守在麦阳路一带。如果今天晚上确有药品到岗，最有可能的就是经过这2条路。一旦发现，要设法追踪。找到他们的医药仓库的所在地，在药品进入仓库之前，再设法将其截下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行动。是。是。
牌号0114，出发已经五分钟了。好。特工科派去码头接药品的车已经出发了，这是必经之路，最多20分钟，准备行动。是。竹機関の工藤と申します。陸軍司令部憲兵隊特攻課の宮野俊だ。どうやらお困りのようだな。車輪が空気漏れよ。予備の持ち合わせがなく、車輪をお借り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。私も任務遂行中でな。緊急の任務があるんです。すぐに解決しなければ任務が失敗してしまう。どうかご協力願いたいのです。お願いです。そうか、わかった。工具を彼らに貸してやれ。はい、はい。ところで、工藤大尉はいつ上海に来たのだ。先月竹機関を訪問したが、しかし君はいなかったな。来て2ヶ月です。自分も宮野大尉とは初めてです。ですがこれで知り合えた。今度憲兵隊に行くときは特攻課にお礼に伺います。よし、待ってるぞ。